喂，俊涛吗？是我，佳佳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真的没事吧？你叫我担心了。西藏一定会特别想你的，有时间的话我也会去看你们的。嗯，我也决定了，决定去澳大利亚。是吗？什么时候走啊？我正在办签证，我希望赶到彤彤生日那天到达。太好了，彤彤一定会特别高兴的。二位是照张相好吗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照一张吧，你看你家三口多幸福啊，照一张吧。那就照一张吧，留个纪念。好吧，你看那边风景不错，去那边好吗？好嘞。